你别这样。好。我滚出来了。滚！你说，你就拿回家这么点钱，你糊弄谁呢你？啊？你个二百五！不是我。你怀着孕，你别着急。我不叫二百五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单位呢，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，怎么这么巧？这个月吧，我们李总结婚，我随了1000的份子。嘿，刘总离婚，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，就剩下250。男同胞，我奉劝你们千万别结婚，如果要结婚千万别让媳妇儿怀孕，一怀孕哎呀她真不让你活呀。跟谁唠嗑呢？我没唠，我想我妈。回来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外边风大，我回来。风大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。开车费油得花多少钱呀？钱，我推着走。这谁车呀？这谁车停这儿啊？咋回事这是？我车倒不出来了，这谁车？怎么乱停呢？这谁车？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吓我一跳，孩子差点没生出来。啊？就这样都能生孩子，那咱不用去医院了，这不是省钱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谁刚才在那喊呢？你甭出啥事了？啥事没有，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开车。大姐，他没把你咋地吧？没事儿。我啥也没干。想出去开车啊？喝酒了吧？啥玩意儿？我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。啊？你说反了。听你说这话，就知道你没少喝呀。我不会喝酒。哎，行了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来吹一下。吹啥呀？酒精测试仪。我没喝酒。为了你好呢，吹。真没喝呀？我真不会喝酒，我没喝。对不起啊，误会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咋这么面熟呢？我是在小区保安呢，小范儿。保安小范儿啊？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？今天新换的制服吗？姐，你看这身衣服帅不？姐，帅个屁！什么玩意儿？穿的跟警察似的，冒充警察吓唬人，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。啊？不是，我媳妇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。穿身衣服的还把你吓成这样呢，那行了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等会儿，这车咋停的？挡着我的道，我出不来，知道不？哎呀，这车咋乱停呢？这谁的车呀？大哥，没事，你看这不有缝吗？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，再往后，你这么一拐，不就出来了吗？能拐我也不拐。那怎么回事？管不管啊？你吃干饭的？保安管不管这事儿？那要按规定，我们是可以管的。怎么管？分三步处理。嗯，第一步贴条警告，第二步再贴条警告，第三步还贴条警告，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。哎，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。哎，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！你拥护啥呀？拥护啥呀？别说话，少说话。我车停这儿，你能把我咋的？不是大哥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不是这个是你车吗？我是说这个是我的。那对不起，请你把车挪走。不挪。我贴条了，警告一次。长得跟小偷似的。你侮辱我。警告两次。你把那一本都贴上。我还不贴了呢。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车拖走，你信不信？你要不拖走，你都不是人。我还不信了，你等着。好，我等你。哎呀，干啥呀，老公？啊，这不是咱们家车。知道不是咱家的，
他一拖走咱们就出来了吗？老公你太能了。我主要就为了出这口气。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，老公开个这车就差不多行了。哎呀哎呀，老公你闭嘴。这谁说？哎呀，这警报都响了。警报都响了我还想报警呢。搞什么搞什么搞，干什么停我车？哎，这是你家车是吧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瞎停车呀？我怎么瞎停了？车在这，你这违章停车，你知道吧？不能停这儿，这人不讲道理啊！五分钟也不行。你给我闭嘴！对我老公让你闭嘴，我让你闭嘴，你让我闭嘴？哎，老公，这是他的车，他瞎停。人家他的车停得非常好。你好，王总。王总。啊，是小郭是吧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爱人，这是我们单位王总。哎呀哎呀，王总王总你好你好你好，哎，你好你好，这是你爱人啊？哦呦，你爱人太亮丽了。哦，你住的这个车影响你了？没影响没影响，挺好的。妨碍你了？不妨碍，谁说妨碍我跟他急。王总你住这儿啊？我不住这儿。明白了。约会？约什么会啊？又找了个女朋友。哎呦，我都离过2次婚了，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，女人太麻烦。王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女人太麻烦。对，你可以找我呀。干什么？不是，我给你看车。你真是的啊。王总，您到这儿来是？哦，对，我妹妹住在这里，就住这个楼的302。302？哎，谁住302？哎，就长得跟地瓜那个。哦，说什么？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。哎哎，他说你妹妹漂亮，漂亮，因为她爱吃地瓜，所以说她漂亮。哦哟，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。真爱吃。哎，我也爱吃地瓜，我们都是瓜友。哎，瓜友。哦，瓜友好，瓜友好。哎呀，到。闪开啊！给我闪开！到！搞什么搞？搞什么？搞什么？拖车！哎！到！停！停！你拖哪个车？就拖这个车。这个车？对，看什么呀？这个车违规停车，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，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是成了吃干饭的了？来，你就这么整，稀饭都吃不上。你听着，你听着这口气，多气人他！人家车停这儿停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你骑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？能拐也不拐。不是，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，这个车必须得拖走。不，拖什么拖？拖什么拖？司机在这里。就是，人家我自己开着好啊。大哥，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，好吧？今天这个车啊，谁也不许动。拖车。我这个来来来，道理。哎呀，你别走，这样子你不能把车开走干啥？大姐，人拖车都来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来来来，到！来来，等会儿，停停！哎，大哥，你过来。大哥，大哥，这是我领导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你这求你帮忙，让他走吧。不行，你是我亲爹，行吗？不行，爷爷不行，孙子，我给你拜年了。不行，来。来到，车我拖不走，这正到。你甭管，到，到，慢点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！哎呀，我要生了！哎呀，要生了，要生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赶紧过来！要生了！哎呀，我你怎么办？你倒别说话！我去找大夫。大姐，停住，停住啊！你快点回来啊！哦，赶紧上车，顺便来上车上去。松手。用这招是不行了，在公共汽车上老用这招，好多人给他让座呢。小哥，他真是个人才啊！上车了吗？上车了。不是，哎，王总，您不去看你妹妹了？哦，看过了。啊，她明天结婚，今天我是来给送礼钱的。哎，她明天结婚？对。她明天结婚？她明天结婚？干什么？不是，那我应该随个份子啊。哎呀，这都不好意思了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，这是我这月的工资，一点小意思。哎呦，小郭，你这个太客气了。
你搞得我这么好。对，可以。250啊？不是，你别着急。那个媳妇儿，你身上还有钱吗？我身上除了孩子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，王总，我下个月的工资我不要了，我下个月还好好干，我工资不要了，和这个放一块儿，一块儿当做送给妹妹的结婚礼物，行不？这个多不好啊！那有啥呀？你看，你妹妹就等于我妹妹，咱妹妹结婚，那应该的，对吧？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样啊，我先把礼金送给我妹妹啊。好，谢谢啊，再会啊，谢谢你啊，王总。咱们再会啊，再会啊，再会。哎呀，媳妇儿，这事儿我办的漂不漂亮？漂亮。你说咱这个月对不过？咱这个月，你先说说下个月吧，我把下个月的工资都给他了。咱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不是，你先别着急呀、啊。哎，对了，媳妇儿，你不是老嫌咱这破车费油吗？咱干脆把它卖了得了。滚！不是你看你别着急。滚！你别你注意孩子，你看你。